在当今社会，医疗保健已经超越了诊所的范围。医生不再仅仅是护理者，我们还是意见领袖，是健康教育者，也是值得信赖的健康之声。患者们会去社交媒体上寻找健康建议，但如果有一种方法能让您这位医学专家来掌控这种叙述方式，并真正与您的受众建立联系呢？医务人员一直面临着一个挑战，那就是如何在充斥着错误信息的时代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。虽然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平台，但它并不能让您完全掌控。您的专业知识值得一个更大、更可靠的舞台。隆重介绍，由医学会打造的数码媒体室，这是一个专为医疗专业人士打造的平台，让他们能够掌控自己的叙述方式。它不仅仅是社交媒体，而是您自己的全天候数码电视频道，为患者提供可靠的医疗建议，并展示您的专业知识。想象一下，使用多语言数字人可以用普通话、马来语或英语进行交流，瞬间扩大您的影响力，开拓新市场。个性化的电视频道可以让您分享健康秘诀，讲解治疗方案，并全天候展示成功案例。通过实时互动，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特定需求找到您，并进行一对一的咨询。这一切只需轻轻一点。加入数码健康计划，这是首个数字健康频道。像您一样的医疗专业人士，可以在这里将医疗保健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，提升您的专业知名度，用可靠的内容吸引患者，并参与到改善国民健康教育的运动中来。您准备好让您的职业更上一层楼了吗？加入医学会的数码媒体室，成为数码健康计划的一份子，扩大您的影响力，与患者实时互动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展您的事业。医疗保健的未来就在眼前，您准备好成为其中的一员了吗？立即联系我们，迈向医疗保健的未来。您的医疗保健未来，从现在开始。